一个哈。这个墙好一点。你没有工作流吗？4点呢？4点两点。我是前天2点，你是这个4点还是全场？全场。全场。单打。单打的4点。不明白。Thank you.
因为牛头因为它轻，啪，防守特别多。但是它杀球的时候没有那么。来，我们就练。练了，对吧？可以。再练几个？再练几个？你看你杀，今天练了一个。没有没有，我是长了个感觉。我主要是练一下防守，他在后面的防守就特别有感觉。你再辛苦一下啊。Thank you.
定。这边。那倒是，这边这个位置正常。来吧，大林，一样吗？还是啊，行，我就一样的。Thank you.
是左右左右。上上上，这块有点大，这样亏了出去不会。我就直接就不我就不平抽了，可以，那就直接就下去。让连续杀，连杀也行，让六个连续杀。那我就左右连杀，就直接挑高球给你，啊，中高球啊。
这个也慢慢长大了。主要是放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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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节奏，节奏。对角不是要站在中线那里吗？啊，站偏了是吧？站偏了，就是现在这样的话，对。踩了线吗？还没踩，这样踩。你踩一点。对，就这样。有点竖，这样。啊，对对对，手那里。那你打得稍微高一点，我就提出来来不及。最好就放在中间位置，因为往下就打，就不要过低。对，我不是练那个往下放松吗？那你的意思，对，小腕就不过低一点，你试尝试一下。最后那个是不是感觉舒服一点？而且你感觉那个球它过去的速度就比较快，把点落低。你尽量还是我就杀直线。
果你这个杀习惯了呢，就是力量不集中，因为它斜了嘛。对，你杀直线把力量集中要更快一些，你要集中在这里，不要杀，不要养，因为你养成习惯之后，你出去一打，有时候杀斜线，那必定它速度慢，而且你有的时候你拍面就会踢就不正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尽量杀直线，就直线就直线。对，球在哪边就往哪边杀，这边就这么杀。哦，那我怕了。没事，没关系。啊，我往前站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所以你这个球就是，你杀球就是过网有点太高了。没有吗？哥，应该是 lower 一些，也 too high。点的不。对，反正就是你就压得不够，压得不够，或者说我说你这点，你等在低一点再杀，其实这样的话就比较尖，尖懂吗？尖。哎，好球。对。他比较。尖其实不好防守，你高的话它好防守。再来一种，有点酸了，强度够高。
一定要把那个球，是我这个球就尖一点嘛，对，是吧？它尖一点的话，像我们力量都不是特别大，要打尖，所以就打尖落点，要打快速。像他们那个力量大的，人家从上面压下来。再来一组吗？啊，来一组。你看。我看看有没有青苔的防守有没有提高。最后几个有点急。慢慢来。
就感觉一下就停住了。